说过很多次了，学习空手道主要是为了强身跟保护自己，你却用它来伤人。我没错。闭嘴！我知道你从小就好胜心强，希望你能在习武中慢慢的纠正。谁知道你竟然变本加厉！练武唯一的目的就是将敌人打败，被我打伤了。 只能怪他们平常没有好好的练习。如果今天受到那人是我，一定不会跑来跟师父告状。什么？古武道以后没有你这个弟子，我也不再是你师父。 你是师父，你打我，我绝对不会还手。不过这是最后一次。你不要冲动！我早就说过，叫你不要跟我爸顶撞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 冷静点，冷静点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只要冲动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这样嘛！你看，你都流血了，让我把你害怕。师父把我赶出师门，就是说我欺师，我现在还要灭族。你想怎么样？他说我们的功夫是源自中国，我要去打败中国功夫，证明给师父看我没错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中国。
陈师傅，您来了，朱管家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有精神。你今天来早喽。今天是荣师傅的大寿，江湖朋友早来了，我能晚到吗？啊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，来来来啊。大小姐，陈师傅到了。陈师傅，好久不见了。明如小姐，您是越长越漂亮了。您过奖了。 我知道您今年开始吃斋，我特地留了一桌斋菜给你哦。明如小姐，你可真细心呐。谢叔啊，你帮我招呼陈师傅。好，谢谢陈师傅，这边请，来来来来，请。今天客人很多，要机灵点。是，那边没茶了，赶快去加茶。是，大小姐，快点啊。大小姐，刘局长到。哎呀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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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刘局长，今天这么早到，真是赏脸啊。当然了。 你爹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，在上海商界上会海庄有谁不知道？有谁敢不给面子啊？刘局长，我知道你喜欢打麻将，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阿姨，阿姨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帮我招呼刘局长打麻将。打麻将啊，好啊，刘局长，我陪您打两千啊。走。哎，阿姨。记住啊，不要顾自己玩，要招呼客人呢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啦。哎，刘局长，哎，明珠啊，周叔的戏班子到了。舅舅啊，那么那个戏班子跟你那么熟，拜托你自己搞定了，不要来烦我。哎，你去过过目嘛。哎呀，走开啦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大小姐，哎，大小姐，妈，我是你女儿，你还叫我大小姐。 看半天了，还是看那个，腻不腻？换一个正点的嘛。嗯，看了半天，我觉得最漂亮哪个？最好色的就是你，色狼一个。哎，什么好色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很正常的嘛。哈，这么有知识啊！哎，那也没见你考上这里圣约瑟。实际啊，不帮他办了，我们走了。 哎呀，你干嘛不早说嘛？我都搬了一半了。哎，那我都搬回去了啊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师姐，大家兄弟一场，就别再搞我了。神父交代过，一点钟之前一定要把这里弄好，否则的话，我爸这个校工就没得做了。我啊，一辈子都别想考进这里了。啊，现在知道怕了，下次有漂亮妞再叫我们啊。走走走走走。 好，哎，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。算了算了，饶他吧。放你一马。现在才是好东西。嗯。哎，不不不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嗯。哎，现在可是格林威治时间12:55了。哎呀，糟糕，只有5分钟了。急什么？所谓兄弟联盟，无所不能。都走。哦。嘿。哎哎哎哎。 找就是找不到阿海呀，哪儿都见不到他的鬼影子。哎呀，大小姐啊，凡是少爷可能去的地方呢，我都派人去找了，就是找不到啊。时间不多了，赶快再去找找看啊。那，这不就弄好了吗？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对嘛，兄弟联盟，无所不能。哎哎哎，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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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还差一分钟呢。
方向好像错了，啊，糟糕，那现在赶紧把它转过来啊！还转过来？就一分钟了，这么多椅子，这么转就来得及？跟我来。 幸亏来得及啊！不错不错，好得很，我还担心来不及。赶紧吧！哎，这都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弄的，哎，幸亏他们两个帮忙。阿海，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，为什么你还在这里板东板西的？<笑>神父，你开玩笑。 我爸爸生日应该是农历初五，今天还初四呢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记得是阳历这个月的二十七号，怎么会是二十八号？不对，是二十八号。我记得清清楚，阳历就是二十七号。哎，两位，搞什么鬼？我爸爸生日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农历初五。我不管你们说什么二十七、二十八或初五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 今天我看到你家门口好多人祝寿，我想不会有那么多人都搞错吧？我总觉得有一点不对。 百川兄啊，令公子不但学到了荣家的真传。 又广学各派的功夫，真是人中龙凤啊！过奖过奖啊！哎呀，我们海山不成才，不成才呀！哎，这才是全子的，光学了我七八成横练的功夫。虽然武林中年轻的高手能破他铁布衫的，哈哈哈哈，恐怕没几个了。但是碰上百川兄的奔雷掌，可就得糟糕了。 还好江湖上像百川兄这样的高手，也没几个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客气，客气客气啊！百川兄，我这全子的什么都没学，就学了我一身的铁臂功夫，不知道把家里多少东西啊都给打坏了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他才好哎。其实练武是学习攻防之道，不是讲什么肉多呀。你以为是论斤称两啊？ 阿海他妈呀！啊，阿海回来了没有啊？这些叔叔伯伯要见他呀。有啊有啊，他在外面找呼朋友呢。快点叫他过来。啊，好啊好啊。明珠啊，还是没找到阿海哎，我派了很多人去找，还是没有哎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舞狮队都已经到齐了，少爷还没找到，怎么办呢？我先出去顶着。 不行，不行，交给您了。不可以抢回来的。哎，你毛病啊，连老婆婆都不放过，怎么样？我高兴怎么样？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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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好了，真的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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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老爷，你看今天多热闹啊！一共有七只狮子在为您祝寿啊。什么七只啊？还有一只才对，是八只。啊，对对，八只八只八只。这叫八仙贺寿。 多谢各位师傅赏脸呐！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怎么会是八仙贺寿呢？你没看到啊？每个狮头上面都有记号，这就叫做按八仙格。哦。哎，那个头上有荷花的叫何仙姑。哎，那个有笛子叫韩湘子。哦， 哎呀，别说了，也不知道阿海他回来了没有。哎呀，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看我们家那头金狮，我的多帅啊！一定是阿海及时赶回来了。哎，阿海，阿海，你回头给阿姨看看呢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是在找阿海吗？你看他不是好好的在那招待客人吗？你看他舞得多好啊！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好，好，好。 万寿无疆，儿子恭祝爸爸，年年有今日 ，Happy Birthday！ 你这个混，大场面，大场面，哎，起来，快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，阿海，接着，啊，老爷，你看阿海给你拜寿了，哎呀，给你拜寿，你看这个少爷多孝顺的哈。 各位乡亲，今天是荣百川师傅荣寿之喜，我们江湖同道为了表示衷心的祝贺，特地在这里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彩青仪式。今天是荣师傅50枚花大寿，我们就在梅花桩上较劲儿。高柱上花篮中有8色彩球，当彩球从高空放下。 各狮子依据自己的彩艺颜色尽快抢球，然后走上梅花桩上投篮，投中之后，板球自动放下。
开始。小意思，时机。哎，我们上。好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来。来，阿海，上。来来。好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不要摔下来了！哇！准备好了，好，哎。唐是我们的唐老师，诗意真棒啊！啊，霹雳狮王周崇义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怪不得这么厉害啊！太棒了啊！大家就。今天唐守门的唐师傅因为中途发生意外，刚好被我路过发现，为了原定的八仙贺寿，所以我才带他前来。今天我是借花献佛，借这副已经写好的对联，恭祝您福如东海深，寿比南山高。哎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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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老爷，有人送礼来，但是客人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衡山英雄，衡山英雄，谁啊？没听过这名字啊。师傅啊，今天本来要舞狮贺寿的，想不到啊，还会搞成这样子。哎，他的伤怎么样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命算是保住了，可是这一身的内伤，哎，这个日本武士啊，也太过分了。板山兄，你今天是不是也收到一个叫衡山英雄的贺礼吗？这个人最近到处踢馆，
不知道是否跟打伤唐师傅的那个人是同一人？是又怎么样？他一个人能有三头六臂吗？我们大伙一拥而上，这一定能把他剁成肉酱。对，群起攻之！打！大家冷静点，他有种单枪匹马闯进我们中国武林，我们自然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又怎么可以群起而攻之呢？ 他如果真的找上我荣百川，我一定会为武术界尽一点绵力的。好，而且百川兄出面，我们大家都放心了。百川兄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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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来，给我添饭。哎，两位师兄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裂那么大？海山，你那个奶妈没他那个奶妈那么厉害，所以说啊，你是怎么鼓也鼓不出来的。没错，阿海，你要想练成这个样子啊，四肢发达，首先呢就得头脑简单，第二呢就得多吃蹄膀，把这个蹄膀吃到肚子里，然后呢把它们慢慢的练成肥肉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多吃蹄膀，多吃蹄膀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今天算了，今天那么多肉，腻了，喝茶吧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喝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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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那个衡山英雄真的出现的话，那可要借助马师傅您公子那个铁布衫的厉害喽。哎，你也太看得起拳子了，还是刘师傅的儿子的一双铁拳威猛啊。客气客气，倒不如说是陈师傅的儿子腿功厉害呀。哎，对对，夸奖拳子啊。他们你吹我捧的，为什么不提我们海山呢？哎，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，不如各位公子比试一下如何啊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！趁我今天大寿，来点娱乐节目，让各位公子比试一下，凑凑热闹，好不好啊？好主意，好主意呀！那令公子，海山也该出来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。一定，一定。一定，干杯！干杯！各位，习武有多种方法，主要是为了应付不同的环境。正所谓江湖险恶，在不同的时间跟环境之下，都要有作战的准备。今天我教各位公子互相切磋的名称，叫做夜战八方。夜战八方，夜战八方呢，就是一，考考各位公子在黑暗的环境之中杀敌保身的伎俩。二，在这么黑暗的环境之中，谁打谁都不知道，那就不会记仇了。哦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这主意不错。所谓夜战八方，打伤无妨。那，打到最后一位能够屹立不摇的，就算赢了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阿西，老爷，关灯。是。白拳兄，乌漆麻黑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眼睛看不到吧，耳朵可以听的。哎，有人中招了，好一招穿心腿呀！穿心腿那是我的绝技啊，我儿子好哎，厉害啊！哎呀，糟了！穿心腿被人制住了，哇，这招是横扫千军，果然威力无穷啊！哎，那我家小子，加油啊，大头！哎呀，你看那边呢，哎呀呀，这招可了不得了，这是攻势凌厉，我想一定是天马流星拳呐。那是我儿子。哎呀，可惜技不如人呐，打不赢太阳拳。哎呀，这次招式更厉害了，力道十足啊，十二柱弹腿，地道门还有罗汉门加入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好拳法，好脚法，好鞋法。他妈的，这鞋子谁的？哎，
喂，躺在地上窝在角落是谁呀？哎，世子，你再不出招，我就取消你的资格了。哎，喂喂，搞什么？这么乱！哎呀，越打人越多了，我，喂，哎哎哎。哎，剩下一个了。阿谢，是老爷。开灯。哦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哎呀，白先生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好身手啊！真是令公子正好身手啊！令公子真好，比不上你哦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佩服啊！阿海呀，你替荣家争光了！阿海呀，就知道你会赢，是呀，恭喜啊，弟弟！真的，你表现不是跟你的功夫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今天表现真好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实在太厉害了！全都给我闭嘴！你们真以为我又聋又瞎？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全都知道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呀，一心想帮阿海出手，来了招美人赵静，不过美男赵静，你怎么挡得住啊？你的鼻子谁打到的？啊，谁呀？问芙蓉啊。啊！你打我的鼻子？没有，那我就行打的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会打我的鼻子？我不知道啊。还有你，体积庞大，以为自己胖就可以好几分钟大开中门，你的下巴被谁打的？活该！还有你，哎，老爷，你良心，我没有动啊。对，你没有动手。是是是，明珠，啊，你是最乖最长进的一个，你还跟着他们乱来。爸，我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没动手啊！你那招神龙摆尾啊，就算是在茅房里也听得到你这脚风。爹，其实他们这样也是为了我好。闭嘴！一天到晚不练功，平常懒得就像条虫，老找借口出去玩，今天是我大寿，你还迟到。我要家法伺候。不要啊！你这个混蛋，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。哎呀，不要！还要挥手啊！别扯，别扯，快跑！姐，爹，我有错你打我一个，怎么连姐都打？这什么道理啊？阿海，阿海！哎呀，老爷你就别生气了啊！来来来，坐下啊，坐下。阿海，阿海，不要那么冲动嘛。老爸真是一点道理也不讲，打我就行了嘛，怎么连你也打呢？我看呐，简直是更年期障碍症。你不要怪老爸了，其实爸爸说的也没错啊。你平常无所事事，惠海庄你又难得来，你练功一个礼拜也不到两三次啊。哎呀，我也不是想偷懒啊。哼，如果讲武功，老爸是武林泰山北斗，我武功再好能比他好吗？再说惠海庄你打理得那么好，也不叫我去帮忙啊。那你应该找点正经事来做做啊。我还不够正经啊？那张师傅、李师傅、刘师傅个个想收我做徒弟啊，我武功练得好，他们也开心嘛。你没本事啊，就会说。石记和小宝个个都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一有空就帮石记去看看铺子，帮小宝到学校里去做校工，我生活不充实吗？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外面的人需要我比家里的人需要我还要多。你怎么都讲不听呢？姐，你别装老成了，你只不过大我15分钟而已嘛。就是因为我大你15分钟，本来有很多事情应该由你去做的，就变成我做。如果你是长子嫡孙，那该有多好。我情愿你是我哥哥。喏，你看你这语气跟老爸一模一样，老气横秋，小心你嫁不出去。哎，摘了眼镜年轻多了。姐，如果你换个发型一定更漂亮。真的啊？嗯，我将来的姐夫一定英俊又潇洒，武功也很高强。哎，但是最重要，他要喜欢你才行哦。你的嘴啊，涂上油啦。小姐，哎，还给我！不戴上眼镜，哪会有威严呢？来了。哎，阳光出现了，那个，你们三个人砍什么？师父，
我每天看到你们在这里，外头有什么好看？哦，这是生命的奥秘。同道中人，对呀、啊，这就是生命的奥秘，知道吗？没错，幸亏没被神父发现。再来，哎，没关系，你可不要吓到他们哦。这么巧啊？巧？什么巧啊？没什么。你是不是怕下雨淋到小鸟？我也是，所以这么巧。哎，你这样会不会不舒服啊？你全身都湿透了，傻瓜。啊。还挺有爱心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小鸟啊？我每天在教堂看到小鸟了。哦，教堂啊，那你是不是在圣约瑟读书？差不多。我们还真有缘分哎，我就在隔壁的女校念书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既然我们三个都这么有缘分，不如就让我送一份见面礼给你。今天晚上你就帮我收留他们嘛。这么大的雨，他们好可怜哦，你就当一个晚上他们的妈妈好不好？切，我是个大男人，要做也要做爸爸啊。有爱心，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倒也是。对了，你是念哪一科的？你呢？我啊 ，Home Economic。我也是。哈？男生也有念家政的？啊？无所谓啦。这是什么年代了，女人也可以学功夫的嘛。啊哎，对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这样淋下去的话他们会生病的，快点带他们回家吧。好。小宝，你帮我拿那个笔记一下。没问题。我这个雪花膏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
十五合并刷。哎，小宝，你真的在这儿啊？刚才我去家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就猜你到这儿来了。找我？嗯。你阿海，你这什么东西？蜻蜓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又喜欢养鸟了？哦，原来是教堂树上的那窝鸟啊！你们俩也不想想，昨天晚上下那么大雨，小鸟的爸爸妈妈又不在，我就临时充当一下他们的保护神。哦，哎，小宝，你爸爸不是在圣约瑟学校做校工吗？干什么？可不可以帮我借套校服啊？没问题，小事一桩。那一言为定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必有重谢。哎，今天是我姑妈的忌日，哎呀，上班时间到了，我得赶去，要不然又挨骂了。哎，帮我看着小鸟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小子，小宝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记账你不拿账本，你记在这上面，今天还没过完呢，你就给撕下来了。哎呀，记一下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是不是拜错地方了？我没拜错，这里是荣家别院，荣小倩独居的地方。是你？哎，你怎么会来拜我姑妈呢？我每年都来。每年都来？哦，原来是你，怪不得每次我们来的时候都多一束玫瑰花在这里。你每年都提前来拜啊？哎，不对啊，今天才是初四。今天是初三，明天才是初四正日。如果我明天来，你老爸不跟我翻脸才怪。啊？我老爸跟你翻脸？哎，你是我姑妈什么人？哎，姑妈，她是谁啊？你跟她什么关系？哎，奇怪了，家里人怎么从来没说过？啊，还有，每次她来，为什么总是偷偷摸摸的？啊？拜寿他也去了，拜你他也来。哎，你跟我们荣家什么关系啊？总之我跟荣家有很多的误会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。哎，荣家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哎，何况上次你舞狮的时候我还帮过你呢。哎，告诉我嘛，就当报答我了啊，怎么样？那天要不是有你帮忙，我已经当众出糗了。好吧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很多事情也该知道了。我住在天香里龙华旅馆，你今晚来找我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呢。霹雳狮王周崇义。老板，这个人是不是住在这里？哦，是住这里啊，他刚刚结了账走了，才刚走。走。哎，老板，请问是不是有个叫周崇义的住在这儿啊？哎，你找他？哎，刚才那批人也在找他，他已经走了。站住！快点，站！是你，你在盗主体馆，你倒想怎么样？传言我日本武术乃传自中国，我要验证这是荒谬的。那你为什么找上我？第一，因为上次你在荣家多管闲事；第二，我要领教你的中国武术。好，就让你领教一下中国功夫。
只想